现在我们人人就需要要有这份心，我们要投入人间啊，真的很需要人间的菩萨，要知道说众生是共业的，共善业就是披应呢，披应风调雨顺。假如呢，善业太少啦，恶的呢已经很昌盛起来。安尼，哪怕世间有善的人啦，敌不过啦，一种很就是比较污浊的，所以污浊的物件会掩盖掉了干净的，所以必定要有这个干净的很强，可以呢消除掉了那污浊。所以呢，干净的水不只要多，还要让它涌泉呐，一滴该涌出来，涌泉出来。哪怕有垃圾的东西，也会被涌泉呢一直冲淡，一直冲淡，冲淡到了有朝一日，这样的污浊已经呢无法度敌过清澈的水。它也是呢以清汇合在一起，我们应该要有信心，咱自在最初的名称佛教自在功德会。那功德呢，就是哎，人人用功，自我进化，所以呢为人间付出无所求，还要虔诚的感恩呐、啊，这都是呢，要真诚的心。所以呢，佛告诸者功德会，普天之下，一直到现在，过了半世纪以上啊，我们才能有现在讲。哦，你也是自在人，我也是自在人，你我都是自在人。还有呢，他与他的他还不认识此际，所以呢，清水太少。我们要啊，有更多更多呢，清澈无染那一份爱。咱迄个心智啦，心的志愿，唔盲讲吼，那会当撞到人，咱就会当救人。迄时吼祈祷，现在呢，迄个念无偏差，但是迄个愿呢，普遍应该现在啦，咱科技发达。师父即马现在伫只讲话，这个线呢已经连出去啦，伊无形，无限嘛，它无形，但是呢，它有力，因为师父安尼讲，有听到你们的说话，因听到主者啦。住在呢，伫这几十年来，那伫咧发挥什么款的良能？这吼、哦，力量原来就是这么大，所以唔通轻视家己呢微小的力量。只要恁讲话，你的心，你人呐、啊，要分心。已经在遐侪国家，遮侪人，到底多少千人看到你，
也听到你的声音，你的话他感动了，也许呢他们就说，你看某某人在台湾，他发心在做什么事，没听到吼，那些人啊跟你有缘给你度到感动啊，也说不定。所以说菩萨啊，广化众生，这不是神话，应该要说是佛陀的智慧。所以说广化菩萨十方世界，云来集，云来集啦，有天空就有云啦，有空间就有佛法，佛法真正身体力行，有脚步在人间，这呢就很快速的普遍啦。所以讲吼，菩萨啦，师父真感恩。无恁大家啦，没有慈济人啦，这样的发心啦，我永远吼都无话好讲。啊，就是有遮侪人啦，啊，互我吼有讲袂完的话啦，啊，互我吼有法都听到啦，国际间啦那一份发心立愿的菩萨。云来集，云来集啦，所以吼，这就是因缘会合，这是因缘啦，有我有你啦，啊，有大家人，我应机说法，啊，在这个空间，咱大家人在咧讲的菩萨啦。十方菩萨来见证，这呢叫做化水。师父讲的，我听到了；那恁讲的，我听到了。啊，恁的发心呢，我接受了。啊，大家人来见证哦，这就是有时间、有地点、有讲的人、有听的人。互相接受，互相受教，安尼，这都是咱的佛法要流通伫人间啦。上重要的法脉，法脉，也就是，亲像讲骨髓，也那无欠会，干那一直甲输血输血，伊讲本身啦，无法度造血，所以吼，咱。水跟血都不一样哦，血就是关键，水呢总是要多少人才配得下，这就是这个水还可以造血，这是要配得下，它的水我的水可以容纳在一起才可以呢，我自己可以社会。总而言之啦，这是一行很不简单的事，多少人才能配对得到？佛法也是一样，不知佛法的任何个因缘呐，总是呢要缘会合的才有功能，缘无会合吼，就是无功能。恁甲师父呐有缘，师父讲的话，恁。欢喜接受，不只是欢喜接受，还要呢发心互动起来，安尼呢对人间都有路用。啊，若甲师父无缘吼，啊听听咧作礼而退，啊就退啊，自在都甲伊无关系吼。也若有缘呢，自在这份精神力量精髓就。走入你的身躯去啊，就等于师父的精神，迄、那个化水啦，就入恁的心灵去啦。啊，恁就可以接受这个佛法，开始呢为诸者在宣导吼、哦，就亲像安尼
救人一命，福存几身。对啊，我们救人天下，还是呢对己有益，因为成就菩萨。所以吼、哦，菩萨都要成就啦。那无去做救人吼、哦，那菩萨都永远袂成就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感恩各位菩萨，用爱的能量付出，成就天下有心人呐、啊，愿意帮助人等人，这家己嘛是菩萨。